神在我们当中，你应允我们今天会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敞开我们的心去敬拜你。
主啊，我们真的要好像小孩子般的来到你的殿里面，将我们的心灵去敞开，因为你喜悦的就是小孩子般的单纯的心。主啊，我们多谢你，因为这里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们真的可以将我们心里面所有的东西一一的向你陈明，一一向你的透露。Yeah.
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神啊，你更多的同在在我们当中，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是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会点教会的梁牧师，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在网上崇拜的。今个主日我们的认识会点班就会下午开班的，已经注册了弟兄姊妹请你准时参加了。而下个主日12月13日下午我们有比会友的会点教会回顾及前瞻的聚会的，如果你想参与的话也都请你到教会的网页注册了。我们领袖训练学院新一季的课程下个月就会开课了，包括有儿童证书的课程的科目开课的，请你到我们的学院的网页去查询。而我们粤语第二阶段的八段锦也会在12月中开班的，请你和邀请你未信主的亲友到教会的网页注册参加了。大家都聽過啦，我哋咧現在咧就係籌備緊咧新嘅e-zone啊，盼望可以咧透過咧網絡平台咧去接觸咧未信者或者咧未有固定翻教會聚會嘅遊離信徒嘅。嗱，e-zone咧特別咧喺 Facebook 咧創建咗一個嘅專頁啊，我哋希望咧弟兄姊妹咧積極咧支持呢一個嘅專頁啦，聚集人氣，以至咧日後咧大家可以咧藉住呢個嘅 Facebook 專頁咧將福音咧傳俾更遠嘅親朋好友嘅。加入 Facebook 的專頁很簡單，只要我們去到 e-zone 的網頁就會見到 e-zone Facebook 的 icon， 點擊參加就可以了。行政方面，如果你計劃為2020年度捐獻公司的股票給教會的話，請在12月16日星期三之前聯絡你的證券公司，以確保今年底12月31日之前完成交易的。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你电邮我们教会的财务部。圣诞节就到了，今年教会各个牧区都有不同的圣诞的活动的，详情请你留意你的区牧发布的消息。下个主日再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弟兄姊妹平安，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我们新篇章中的盼望系列。今日的主题咧系宽恕罪恶的神，请听我恭敬咁样读出今日嘅经文，喺马可福音的1章1至8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喺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全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弟兄姊妹一起低头，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我哋真系要感谢你，因为能力更大嘅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啦。我哋感谢你赐下你嘅圣灵俾我哋弟兄姊妹一齐今日一齐去听你嘅道，求你改变我哋嘅心，使我哋真系明白你系一个悔改你系一个让我哋悔改嘅神，你系一个饶恕我哋嘅神。我哋感谢你，与我哋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弟兄姊妹啊，我想问下你一个问题：福音系咩意思呢？其实我知道大家都记得嘅，系咪？但系我哋成日讲福音啊，又好似冇乜点样谂起佢个意思啊。今日咧，我哋就睇一睇福音系咩意思，好嘛？福音当然就系好消息啦。所以咧，我哋如果睇耶稣基督好消息的起头咧，系咪原汁原味啲啊？弟兄姊妹啊，最近你有啲咩好消息呢？最近我在 Facebook 咧见到啲 friend 咧有啲 BB 出世，等咗好耐啊！哇，怀胎十月啊，真系终于出咗世啦，真系好消息！哇，好开心！好多人咧就影相啊、留言啊，我自己都戥佢好开心。仲有啲咩好消息呢？有冇人要买车噶？我有个弟兄咧，佢需要一架车，哇，佢又买咗。你知唔知道一个 good deal 即系一个即系平车咧？嗱，江湖传闻咧。要等好耐嘅，佢又等到，即系计翻转头咧，佢三年里面好似俾几百蚊咧，就揸咗三年嘅车啦。喂，好似偷翻嚟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真系好消息啦。嗱，如果你要买车嘅，你真系等到呢个 good deal 嘅，仲等啲咩啊？即刻就去啦，系咪啊？仲有啲乜嘢咧？仲有咩好消息咧？嗱，将会嘅好消息啦，不如我哋谂下，将会有啲咩好消息咧？疫苗咯。疫苗就是好消息了，嗱，江湖传闻咧，疫苗大概下年先有啦，系咪啊？嗱，等到就是好消息了，不过大家都等到颈都长啦，系咪？嗱，我哋等到嘅话，一齐去饮茶吓。嗱，其实弟兄姊妹呢啲咧，都系今日我哋好多人中意嘅好消息，所谓嘅好消息。但系今日我哋唔系讲呢啲，今日我哋讲啲乜嘢咧？我哋讲真正嘅好消息。真正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耶稣基督是重价用他的宝血换取我们的救恩。这个好消息没有东西能够比较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车会坏，疫苗不会保我们长生不老。说得坦白一点，我们出世我们都会死，是不是？只有福音。只有福音才可以引导我们去永生， Amen。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价值的。你记不记得有广告叫做钻石恒久远，一火永流传呢？我小时候听见这个 slogan， 这个口号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么犀利的，难怪很多人那时候买钻石。刚才我 search 下，原来现在都有的。钻石恒久远，一火永流传。你知不知道是卖什么的？钻石啦，是不是？但我觉得它不单只是卖钻石，它是卖一个永恒的价值，一火永流传。你想想，几高级，几有价值，是不是？一个永恒的逻辑，你想想，如果一对小情侣，他们就来要结婚，他听见钻石恒久远，一火永流传，跟住要谂下个价值，哇，真系好高啊！再睇下粒钻石，虽然好贵，但系系值得嘅。佢就会攞张卡出嚟，就算系争10,000蚊卡数，佢都碌咗佢啦，系咪？喂，但系你谂下，钻石恒久远呢一个系一个感觉，并唔系真嘅。弟兄姊妹，我想讲啲乜嘢咧？就系福音呢个好消息，俾到我哋永生嘅盼望，呢个系真真确确嘅。我哋真系要攞我哋将属灵嘅 credit card 即系碌咗去碌爆佢，系咪啊？我哋用今生嚟到换取我哋永生嘅财宝，系咪啊？所以好消息，耶稣基督福音嘅好消息冇得比，完全冇得比，只有福音先至俾到我哋人生里面最大嘅 value， 最大嘅价值，呢个先系真正嘅好消息。好消息在以前的文献当中都是有关打仗的，有关打胜仗。通常呢就是有个
使者咧打胜仗嗰时候就冲去个城里面咧，周围同人讲：，哇，好消息啊！我哋打胜仗啦！所以好消息喺当时嘅人眼中系有政治同埋军事嘅含义，但系好消息喺马可呢个作者嘅思想嘅架构里面冲破咗政治或者军事嘅层次。因为这个好消息跟军事政治的层次是没有得比的。正如在以赛亚书52:7那里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弟兄姊妹，好消息在这里意味着上帝最尾的拯救、这个是真实的盼望，不是一种感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等着什么好消息呢？我们都很关注我最喜爱的总统大选结果，是不是？说真的，我自己有时甚至将这个好消息盖过了我们信仰的生活的消息，是不是？会不会我们一起身会先看新闻，其次灵修，甚至乎不灵修呢？如果是就要悔改。其实这个世界的消息，看球、看新闻、打击，令我们很振奋、很兴奋，又或者令到人心惶惶，怎样都好，但是怎样都比不上，再说一次，我们永生的盼望，传福音才是真正的好消息，这个才是真正给到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天终于等到了，我们今天等到，但是以前的人没有我们那么幸运。以前呢，江湖传闻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已经传了 N 年那么久，即是传了很久那么久，等到天荒地老，等到花儿也谢了，即是等他等到我们心痛。在马可，所以呢马可、福音里面、1:2-3里面，他一口气贯穿了上千年的江湖传闻、来到论证，哇，约翰咪就是那个报喜信那位使者咯。他怎么说？他说，正如以赛亚先知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有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里一口气贯穿了老中青三代的旧约经文，分别是出埃及记23:20，以赛亚书40:3和马拉基书3:1。你想想，盼望了这么久的东西终于、这个预言终于来到了。喂，你看看，他说召者话，他这么说，约翰来了，他不就是那个使者咯？喂，那来到又做些什么呢？弟兄姊妹，我问下你，如果是你，你知道神的使者来到，你会怎么做呢？我呢就会庆祝的，我会欢呼的。但是约翰没有叫人去庆祝，他反而怎么说呢？他说他要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要人承认他们的罪。传好消息的约翰讲到明，救恩的第一步不是庆祝，而是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意思呢？悔改就是从心底里面回转，以致你的能力、以致你的行为能够改正过来。我讲一次，悔改意思是从心底里面回转，以致你的行为能够改正过来。弟兄姊妹，罪就是分隔人和神关系的元凶，所以要与神和好，我们要怎么做？第一步，我们需要处理罪这个问题。正所谓擒贼先擒王，漏水先关水喉。上个礼拜有个姊妹，原来她爆水渠，她无啦起身就啊冇水嘅，开唔到水喉嘅，出到去原来哇喷泉咁样，好大个喷泉咁喷紧，啊佢就手即系唔知点做啦，又冇总制嘅，原来啊佢好彩啊，佢有个弟兄咁样就即刻冲过去啊，佢打俾佢冲过去，佢识揾原来嗰个总制咧系喺街嗰条路上高有个石冚冚住，佢要好大力咁样即系攞咗出嚟啦，跟住要挖晒啲泥出嚟，之后撩只手落去，好辛苦先闩到个水掣，结果搞掂咗，系咪好彩啊？有呢个咁嘅弟兄，真系好感恩。
其实我哋感到好好彩嘅。我哋今日好彩系因为有施洗约翰提醒我哋，我哋要悔改。呢、这个就系我哋嗰个种子，呢、这个就系嗰个主因。但系你谂下，点样先至可以打从心底咁样回转呢？你觉唔觉得基督徒嘅问题咧，就系悔而不改啊？顶唔顺啊，系咪啊？即系我又想做基督徒啊，但又顶唔住要犯罪啊！我想做好人，即系有两个律啦，系咪啊？即系嗱，我又想健康，我又想食烟，系咪啊？以前喺中国做事嗰阵时咧，咁啊同啲 friend 出街啦，咁有个 friend 佢去买烟，咁样我就陪佢买啦。跟住佢教我，佢话：喂，你知唔知啊？食烟咧一定要买中药成分嗰啲烟 ，OK？ 我话点解咁做咧？跟住佢话健康咯。哦吓，此话何解咧？咁。跟住佢话润喉啊嘛，我费事同佢讲啊，系咪？即系我唔知佢讲乜。喂，你要健康，你就唔好食烟啦，系咪？你做运动啦，你要食补品啦，系咪？你要润喉，你就食润喉糖啦，系咪？或者去饮汤都得噶。但系你唔想唔落，你又要健康，你又要食烟，即系唔三唔四咁。基督徒都一样，我哋千祈唔好唔三唔四。我今日咧送俾大家一个。智慧的语言，箴言的28:13，我们一起读吧。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我们看到有承认有离弃，我们不单止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还要离弃我们的罪。所以送给大家今天的悔改两部曲，第一部就是打从心底去认罪，要认咗先噶，先去到第二步，再借助圣灵嚟到改正。咁我哋去第一步啦，就是打从心底去认罪啦。我哋会唔会经常都喺呢一步嗰度徘徊呢？即系会唔会喺度止住咗咧？有时认罪都几真心噶，系咪啊？但有时祷告讲到认罪嘅时候咧，就变咗一个仪式噶啦。好有儀式感啊，會唔會啊？你有時我都會嘅，儀式感會令到我哋信仰變得流水作業。廣東話好正嘅，我覺得係好 hea 咯，係咪？即係會變得好 hea。祈禱有時充滿儀式感，好 hea。有冇試過咧？食食下飯，誒頭先我祈咗禱未咧？啊，如果你唔記得咗咧，或者你祈禱祈得比較 hea 啦，係咪啊？有冇试过？又或者我去教会都充满仪式感嘅？有冇基督徒啊去教会？诶、哎，尽咗力噶啦，尽咗我嘅义务噶啦，啊，都系 hea。认罪都系一样嘅，有时冇乜大罪嗰阵时咧，就充满仪式感咁样，随便系咁以认下交代下就算啦。我个女啊，莎莎啊，就系咁啦。佢仲细啦，佢真系谂唔到。我同佢祈祷嗰阵时，喂，即係你可唔可以 repent 咋？你可唔可以認罪啊？佢哦，我今日都冇犯罪喎、啊。我話實有嘅，你諗下啦。哦，好啦，好啦，好啦。即係佢用英文講噶。啊，如果今日你犯咗罪，我唔知你原諒我啦。OK，thank、okay? you God 咁樣，佢就咁樣啦。嚇、啊，好 hea 係咪？但希望佢慢慢大個唔係咁啦。弟兄姊妹啊，如果我哋每一日都認真咁樣去察看自己嘅思想，再跟神溝通一下。再同神嘅神圣对比一下，我哋会觉得好冇面嘅。嗱喺路加福音咧嗰度记载咧，当时有好多人去约翰嗰度受佢嘅洗啊嘛，系咪？当中有好多有头有面嘅人，例如当兵嘅，又例如做税吏嘅。当时做当兵嘅同今日做当兵唔系几同啦。当时当兵嘅啲人咧，孔武有力，有晒武器嘅，即系可以欺诈好多平民百姓。正所谓有权。就有面啊嘛，系咪？税吏同今日报税嘅亦都唔同喎、哦，唔系 accountant 喎、哦。嗰阵时税吏好似汉奸咁，可以欺诈好多钱翻嚟嘅。正所谓有钱就有面，系咪？但系约翰一啲都唔俾面，佢点讲啊？佢咁样讲，佢话毒蛇嘅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嘅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现在苦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弟兄姊妹，约翰真的很不给面子，反而好像一巴掌打下去，是吧？其实人家肯来就算了，是吧？就是好像今天教会那样，肯来就很好了，给下面子行不行？约翰说不行，不给面子，因为约翰最在乎的不是人数，而是在乎人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点人数是不对，即是不要下次回教会今天点人数有没有搞错，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最在乎的是要人家真正的悔改以致得救，是不是？对于约翰来说，洗礼并不是一个仪式那么简单。你看回以前那些人怎样洗礼呢？以前呢仪式感充分的，他们很讲究的，他们用水作为一个洁净的一个礼仪的工具。你犯错了什么，例如你有皮肤病你要洗礼，你碰到一些死了的动物又要洗礼，拍了一只乌蝇都要去浸一浸的。所以以前的人成日都洗的，因为他们怕什么？他们怕不洗的话就得罪上帝而中招，就好像今天我们在疫情里面怕中招一样，经常要洗手，是不是？但是约翰在这里所关注的不是外面的洗，而是里面的洗。约翰的意思就是说，你在疫情里面你怎样洗手你就怎样洗你的心，不要气啊，是不是？他怎样说？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即是说我们要冲破仪式上的认罪，不要气的话，我们必须打从心底里面认罪，就好像在疫情里面去洗手一样。弟兄姊妹，其实呢我在疫情里面先真正学习怎样洗手的。有疫情大家都洗得不气啦，以前就都挺气的，很有仪式感，是吧？即是觉得都没事啦，就算污糟有时洗一洗又不落番眼，跟着抹起条裤子就走了，现在不敢了，是吧？咁我就疫情啱啱開始，我就教我女去洗手啦。我話你要咁樣洗呀，嗱，捽手，跟住捽手指，捽手背，捽手指頭，咁樣洗呀。跟住我個女就話：爹哋，你唔識嘢嘅，我學校啲 teacher 都唔係咁教嘅。我話點教呀？你手指公你未洗啦，手柄你又未洗啦。我話：哇，嘿，咁樣不如沖埋個涼啊！真係喎，啊！真的很讲究，即是内在洗的就是要这么讲究。我们有时真的不要这么给面子自己，我们需要每一天都检查一下自己的心，看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恨没有，好吗？不如我们现在一起检查一下，我们一起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至到二十一节。他说情欲的事都是显然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弟兄姊妹，你中了哪一种罪呢？奸淫、邪荡，定是拜偶像呢？其实呢我认识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呢都没有做到以上的事，起码我不知道，是吧？但其实又不需要真的基督徒才不会做以上的事，是吧？但是如果要打从心底里面说我没有做这些东西呢，比较难，啊，同不同意啊？例如有人赞你隔离嗰个靓仔冇赞你，你妒忌啦，系会唔会咧？啊，又或者政治立场唔同，情不自禁咁样有少少嘅纷争啦，会唔会啊？又或者你好享受人哋赞你侍奉得好好啊，咁你拜偶像啦，系咪？啊，我哋只要认真咁样，唔好 hea 咁去检查自己嘅心，我哋一定能够揾到自己心里边系有罪嘅。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我呼吁你认罪悔改。神非常之严厉的，我们的罪令到我们即在审判的日子呢 是没办法承受的。但是神亦都充满着慈爱，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十架救救恩 是真的一个好消息来的。你想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解释我们的罪，他真的上了十字架被人钉死了。感谢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死亡拘禁不了他，他唯有复活，复活的盼望，复活的灵，圣灵已经运行在我们当中，充充足足地运行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未信主的朋友呢，圣灵现在在呼唤你，呼吁你要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独一的救主。我们一起在主里面的严厉和慈爱当中受他的管教，我们才可以更新而变化。约珥书呢，他记载了以色列呢因为犯罪呢被神警告，先知约珥呢呼吁以色列人呢要认罪悔改。约珥书这一方面呢，他提到神很严厉，有审判有公义。他怎么说？他说田荒凉，地悲哀，众人的喜乐都尽灭尽。哇，这个是一个真的不能承受的结局。但是呢另一方面呢，他又提到神的慈爱，虽然以色列做了很多坏事，神依然呼唤他们的祭司要认罪悔改。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我。你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降所住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你察觉到自己有什么罪呢？如果你未信耶稣的，又或者你现在认为，哦，自己我没什么罪啫，我又不冲红灯，我又没有犯法，我又比他好，我要讲清楚一件事，就是暂时或者你没有这样的条件去信耶稣。我不是说不欢迎你，很欢迎你们来，但是我必须将说话放在前面，因为这个是唯一一个第一步呢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我们都很爱你，神都很爱你，或者你 timing 未到呢，一直等，因为我以前都去过教会的， 我都不会认罪，是吧？但是神有个 timing 到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欢天喜地，天使都为你欢呼，是吧？但是如果你体会到神的圣洁，你又未信耶稣的，你真的明白，你真的体会到我真的有罪，又或者你犯了一些罪，你自己觉得很内疚，甚至乎觉得神喂不可能原谅我的，因为连你自己都原谅不到你自己的话呢，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身份是不是拿着拿着好像被刀戒了一下，这个在圣经里面叫做什么呢？圣经里面叫做扎心，不知怎么算。圣灵现在就跟你说，虽然如此，虽然你犯了这些这样的罪，虽然是这样，但是你有机会的，一心归向神，打从心底里面将你的神将你的罪恶陈列出来给神看，将你的羞辱、羞耻、哭泣、悲哀和你的心一起撕裂，这个就是圣灵所说的说话。如果你这样做，神一定回心转意，不再责罚你，并且为你留下余福。因为你看那些日子，那时候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恢复故业之时，我想 highlight 一个字，就是恢复这个字。 OK， 神会恢复你的，你信神吧。你千万不要觉得太迟了，我做了几十年人，信什么啫，都没什么时间剩了。我在这里很大胆告诉你，就算你剩下五日或者五个钟头，
神都会恢复你，神会将你一生里面你觉得走错的路变成一个恩典，成为一个好好的见证，神依然可以藉着灵来到恢复你。我成日睇星座飞腾嘅，咁样就有一次睇见一个例子几好喎，即系一个见证啦，唔系例子，即系有一个而家系牧师啦。嗰阵时佢系一个老千嚟嘅，做咗好多年老千啊，喺赌场赢好多钱。咁样佢即系你自己睇啦，如果你想睇嘅话，即系你 search 喺最近嗰几个嘅啫。咁佢话哇，做咗咁耐老千，后屘深敲嘅信咗主，即系人带咗佢翻教会，佢认罪。他悔改，他信了主，跟住咧做基督徒之后，他梗系冇做老千啦。咁样就突然间有一个赌徒就入咗教会咧，佢哋倾偈嗰阵时，佢可以将嗰个赌徒嘅心态完全咁样表露晒出嚟。嗰、那个赌徒就话：，哇，扎心啊！佢意思就系话：，哇，点解你可以讲中晒我啲嘢嘅？咁即系带到人信主。跟住后屘佢话：，诶，原来我以前做嗰啲即系乌里单刀嘅嘢系可以俾神用嘅。跟住佢點樣呢？佢就立志跟隨神去讀神學。後屘咧，佢真係做咗牧師。跟住佢仲開咗一個教會，個名叫做大復興。弟兄姊妹，呢、這個就係好消息咯。正如約珥書嘅預言，佢都有講。佢點講啊？佢話：我要將我嘅靈轎灌凡有血氣的。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只要肯认罪，圣灵就会降临在我们当中了。我们就可以行悔改的第二步。OK? 第二步是什么？第二步就是借助圣灵来到改正。刚刚那段约珥书的那段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于旧约的人来说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为什么呢？神的灵竟然去到任何人的当中，不会吧？即以前旧约，你看旧约都 是指定的人才有圣灵的，例如先知又或者做国王啊皇帝那些啦，就好像如果你跟以前的人说，以后每一个人都会有个电话随身携带的一样，喂，怎么信你啊？电话这么大部怎么携带啊？是不是？但是现在我们过都是 iPhone 嘛，是不是？我们现在不止电话添啦，我们可以随时打机，随时看电影，是不是？但是以前的人实在没办法想到的，喂，有没有可能啊？所以呢，对于旧约的人来说呢，神的灵如果可以去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真是一个好消息来的。所以呢，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那里呢，当日即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呢，在五旬节圣灵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大家都讲别国的话嘛，明明不懂英文的他就要讲英文去传道，有个闽南人来，他又懂讲闽南话，那个又懂讲泰文，大家都大惑不解，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原来圣灵已经降临在信他的人当中了。《使徒行传》的彼得，即是使徒彼得，在第二章里面，即是圣灵降临之后的讲道里面，他就是用刚才约珥书刚刚那段预言来开场，并且论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复活了，神已经立他为救世主了。他说你看不看到啊？你看不看到？看到等了这么久，不就是来了？他意思就是这样。但是不是庆祝，他第一件事的他都是叫人悔改。经文他这样记载，他说众人听见 ,OK? 众人听见者话觉得扎心了，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说了，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道为密法，悔改、受洗、得赦、圣灵。彼得讲到圣灵，就呼应了今日主题的经文，施洗约翰最尾嗰一句的说话。他说，我是用水帮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帮你们施洗。
耶稣在十架上高的救恩，成就了圣灵真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这件事呢？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说一说，我们应该怎样做呢？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记载，当时候听到的人都是问施洗约翰同一句，他们都是这样问，个个都是这样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施洗约翰那时候，那个圣灵还未降临，你记不记得耶稣未上十架的吗？施洗约翰其实都是叫他们做些什么呢？做些应该做的事啦，例如什么不要强暴人啦，是不是？但是这些事凭着人的意志都做到啦，是不是？弟兄姊妹，圣灵已经降临了，我们已经等到了，我们现在是要听彼得的说话，做应该做的事。圣灵降临之后应该做的事是什么呢？我们再讲一次，就是各人要悔改，要受洗，使罪得赦，我们就会得到圣灵。Amen。 弟兄姊妹，只要你肯悔改，圣灵就会亲自介入改变你的心。或者你会说，不是信了就得了吗？有个例子，就是你申请移民，很多人都移民过来美国的，是不是这样就得呢？移民通过了之后，起码你要执行李，是不是？起码你要买机票的。正华传道刚刚来到，他都要租屋，是不是？很多事搞的嘛，是不是？我们做基督徒都是，这个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在过程里面神会改变我们的心。 Amen。 神会使我们更新而变化，越行越有劲。最近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人跟我说，他说，喂，为什么你经常黑起块面啊，个样子那么差啊？我说没有啊。那我记得我以前呢经常都被人这样说的，为什么又出来了？因为我信了主之后，经常跟人聊天的时候，面对着人聊天这样就笑嘛。我在想呢，就是可能我独处得多，那个样子就停住了，惯了。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我看不到，就是我近视深了，我这样看东西呢，真的很惨，所以我今天都戴了一副眼镜。我上次吃饭就跟我太太说，说喂，我真的块面很黑咩？跟住佢话系啊，跟住我话咁点算啊？佢话整容咯。我即刻个心就谂，整容要钱噶、哦，我唔整。我个女就话唔好整容啊，整衰咗好惨噶。弟兄姊妹，我想讲咧，个样出现问题咧，冇办法嘅。如果你見到我真係嗨塊面咧，希望你原諒我，你可憐我啦，我唔想嘅 ，OK？ 講真嘅，神係好可憐我哋嘅心啊！你要知道，聖靈降臨之後，我哋嘅心出現咗問題咧，唔會冇辦法，係有辦法嘅，因為聖靈能夠好好咁樣改變我哋。其實好多見證噶，你聽過好多噶，例如信咗神，成個人唔同曬嘅。之前爛到啦，變咗唔爛到啦。之前就咁，後尾就咁啦。你去星火飛騰自己睇啦，好多見證噶，真係感謝主。我講下我自己啊，我媽以前成日話我：，嘿，你都死性不改嘅，脾氣咁差嘅。喂，我控制唔到啊嘛，我想嘅咩？佢話本性難移啊。弟兄姊妹啊，有聖靈喺我哋當中咧，本性並不難移嘅。我夠膽同你講，我今日咧依然都會發脾氣。但好了很多，我起码不会被他钳制住我，我可以钳制回他转头，这个就是圣灵的能力。本性并不难移，只要你肯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独一的救主，那就行了，圣灵就会来的了，这个是超自然的事来的。如果你认识一些衰仔啊，即是好像以前妈咪这样说我的话，带他回来教会，你信得我过的，你就介绍他博士，等我跟他聊聊天。刚才在加拉太书那里看到很多人心里面的罪，是不是？我不会再重复了。我们看到很多了。我想讲个例子，就是有时候罪在心里面出来，例如男士很容易犯奸人。不是你想犯，他只会扑出来，是不是？但只要我们懂得每一天好好地去
检查自己的心里面的罪，真的要陈列出来。不经不觉呢，你慢慢就会，咦，好，越来越好了，就是这么简单的。因为你几时真心去悔改，圣灵几时就会洁净你，令你改变的了。好像保罗呢，他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这么讲，他说，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圣洁、清义了。弟兄姊妹，打从心底里面的悔改不是人能够做到的，但在神凡事都能。 Amen。 其实神知道我们里面很多的罪，就好像我们有很多伤口一样，神知道比你更加多。神要你认罪，不是要你难堪，就好像要你打开个伤口给他，他才可以埋来医治你嘛，是吧？神很爱你才这样做。弟兄姊妹，请你们记得，我自己都要记得，人可以做的就是人的果子，圣灵可以做到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很多时候，当一个人良心过意不去的时候，他就找到很多方法去平息自己的良心的，令到自己心安理得，例如去做善事啦，例如去放下山啦，即是功德啦，捐下钱啦，添下香油啦，即是福德啦。一边积福德，一边增高德，功德，一边又继续犯罪。就希望我们在教会奉献不是这样的想法啦，是不是？其实一边这样做这些好事，一边犯罪，就是好像一边吃烟一边要润喉，是不是？我们不可以一边吃烟一边润喉，我们也不可以一边认罪一边犯罪。我们要对症下药，立志认罪悔改，撕裂自己的心，让神饶恕我们，让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并且让圣灵的能力帮助我们培养出圣灵的果子。这个真是超自然的，不是人的果子，不是人的成果，而是圣灵的果子。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至到二十五节，来到结束今天的讲道，好吗？他写着，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耶稣基督、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希望弟兄姊妹记得今天悔改的两部曲基本步骤。第一个就是要打从心底去认罪，我们要天天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那里，接着就走到第二步，借助圣灵的能力来到改正。希望大家能够每一天都撕裂自己的心，每一天都被神饶恕和洁净，每一日被神拆毁，每一日被神重建，结满圣灵的果子，好吗？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真的派遣圣灵在我们当中，以致我们可以做一些超自然的事，就是从心底里面回转悔改，成为你的好见证。父，我们都很软弱，求你真的让我们打开自己的心，将我们所有的伤口、所有的罪都展露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去医治我们，使我们能够得胜有余，更新而变化，继续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Amen。在永生享不耗尽的爱。
受的爱，是我主我哋今日嘅网上崇拜咧，到呢度结束啦。我哋都一齐低头咧，我哋领受上帝嘅祝福啦。但愿耶稣基督你嘅恩惠、天父神嘅慈爱同埋圣灵嘅感动沟通，常与我哋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直到见主你嘅面。阿门。